fever dream now. I am losing my head.你手机响了，我的呀。汪汪可太可爱了。您是什么快递呀？喂，您是什么快递呀？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里是老王，这里是老公。老王今儿住我奶奶家了，开心。我俩准备出去吃哈根达斯。刚才快递来了，大早上起来先。美滋滋，新买的，不是广告，不是广告，这是新品，就想尝尝。对，馋盒子可。今儿点嗨，今儿点嗨，想想吃哈根达斯还是小激动。你就那火锅，我可看好久了。他这个是那个玫瑰荔枝的，我这是芒果百香果的，看得出来百香果的六粒儿，跟和尚的脑袋似的，怎么买的？大早上吃了兴奋剂是吧？好浓啊，怎么那么酸呀？没坏，这荔枝味好浓啊，玫瑰味也很浓啊。嗯，这酸味啥味儿啊？新品还需再升级，还是经典的好吃。嗯，我说不好这酸味是，但是也不是坏了的味儿，是荔枝的酸一些。这边荔枝肉吐出来，吐出来。这什么东西紫的？是花瓣啊？是花瓣，还是荔枝肉？是花瓣，花瓣。荔枝肉，荔枝肉，荔枝肉。哎呦！老公真绝了，血盆大口，这里边有芒果肉，我这咽着口水聚焦，真是太难了。老王也听着我这吃的声，上面这层是芒果百香果酱，这倒不咋酸，没有原来的好吃。新品需谨慎啊！之前吃过的都好吃，基本没有不好吃的，就是那些经典款，对，都好吃。这个底下其实跟之前芒果千层差不多味儿，就是换成蛋糕了，但它没有芒果千层的芒果多，那千层每层都有很多芒果。其实他家那杯子也挺好吃的，那豆乳杯。嗯，豆乳也好吃。还行吗？还行还行。这比那玫瑰的好吃，我觉得。我们俩准备出行了，别吃那么多了，一会儿还有哈根达斯。甜食爆炸，我们出门了。我俩在哈根达斯点了一个果粒全开的火锅，其实有点丑。这能吃吗？嗯，巧克力吧。丑不够吓人的。你看这巧克力，聚焦了。绝了绝了绝了，我这咖啡有点红，一股很浓郁的水果味，但我没吃出什么水果味。哇，这个味儿有点焦糖的味儿。哇，这味儿好熟啊，是吧？就是我也说不好是什么水果，是吗？反正是水果，感觉有点像那个杨甘露。这应该是草莓的，粉粉嫩嫩的。一开始不愿意跟我俩对卷，不想搭理我，就说你们点什么？火锅。我说那果一小块。哦，火锅，赶紧准备个火锅。服务态度马上变了。这个是我们来的，雷律不看，有点枝枝梅梅的感觉。里边的草莓汁，哎，这个有点像无邪那个，就是带点苦的那个抹茶。这不知道啥的，挺好的，荔枝的，哇塞，这颜色都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荔枝味的冰淇淋，真的吗？这绝了，里边还有荔枝肉，这完全就是荔枝本的荔枝，哪是荔枝？你赶紧品品，是，绝了，特别荔枝，感觉我爷爷，但我感觉荔枝香精的东西好像比这个好吃。这好奶呀，嗯，够土的，咖啡的，巧克力，哇，现在喝奶稀一点，
这也太甜了，给你鼓鼓完给你抠抠，应该是香草吧？抠抠，我试试，都感觉我甜了，那太苦了。我在这里，不过还挺好吃，还有那个巧克力的渣儿，一般吧，有点腻。我俩跟有人赶着，你没人赶着玩着晃。看底下这花儿好俗啊，这么贵不值得款，心里爽。都吃了，吃吧。来不及牵上，这是红的。这球儿，这个是芒果的冰沙，应该。嗯。我这芒果也跟大西北味儿，你往这。你我这个呢，你可别猜。这就是膳食含量高的苹果。这闻着一股桂花味儿。你这还老狼跟我说你吃不下去。老狼这可甜死我。我俩点了一壶茶。这茶的凉的速度赶不上这冰冰化的速度，终于剩点不用化的东西。我俩这点睡九分钟，喂，你感觉像个拿丝巾的？我有点失望，我俩尝尝这盆栽啊。奶油好腻，好甜呀！焦糖饼干越吃越齁，好吃。这个的芯儿就是橘子，我买的芯儿山楂吧。这蛋糕底吧就是濒临化了，给浸湿了，就还可以。我觉得他家太甜了，怪不得要查呢。去年咱俩就想买，对，这辈子都不想吃。我这一点都不能跟蜜饯午茶好，画的太快了。对，别致。越吃越亏，想哭了。我也是，这草莓插的可真开玩笑。开玩笑。你尝还有多难吃？糖水浸过，然后晾干，又黏又甜，自己有点自知之明下去。老公心态崩了，比我还崩现在。来自穷人的哭泣，你吃了吗？切都不给切了是吗？没了，好一个哈密瓜，跟小山楂开始。入口即化，这茶底还算走心，就感觉曲奇上敷了点儿山楂糕。他说这蛋挞有肉，又是咸的。又汉堡味儿，鸡肉的黑胡椒味儿，有点是那个炸鸡面裹多了的感觉。我想哭，都吃到这一步了，这火锅马上就没了。这这么胖，挺好看的吧？还挺 Q 弹，挺酥的。这塔底，这塔底属实敷衍。我要放点草莓又一塔，吃蛋糕啊。嗯，这油我们豆沙似的。吃点吃吧，吃完走吧。我看老狼有点成心，平时吃那么慢。好吃的东西需要记忆。这塔底的这个像好吃的，别买。这个饭跟咱们这种火锅就人多的话可能还好点，人人少吧，吃都没跟我聊天，你那吃的比较着急，味道真的特别一般，没有很惊艳，是根本就不惊艳。我们俩终于吃到了爆时候的草莓肉松小贝，心心念念呢。哇，这草莓味浓，这浓。嗯，鲍师傅真的不愧是鲍师傅，看这个酱太溜了，完全不香精，上面有那么酸甜的草莓干，本来是
很腻的一个东西，做的这么清爽。里边酱酸味更重一些，这肉松也太酥脆了。他喝火烧面，掏了一碗面，两个土豆饼，免费的。前两天我不过生日，发给会员一个那个券，免费吃一碗生日面。这肉松可不想浪费，点啊，来口，吃吧。不说了，就是这袋儿，就这儿，这土豆饼特别香，炸的贼酥。是有点伪炸鸡排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跟老公吃火锅的时候，就是被那些炸食吸引的不行，哪个都想吃。那天老王跟我说他牙疼，我说要不吃喝不捞面去。大家可以翻一下那期视频，吃的这香。老王家这点子炸的，一下弥补了他跟达斯的不快乐。挺好。特别细腻，有那个土豆的香气。看见了吗？这香菜比肉大，还有两大块猪软骨。其实我平时挺爱吃喝不捞面，就是吃的素有点多吧，有点腻了。一免费的又香了，祝祝老公生日快乐！包括有股草药味儿，但我觉得开始不太能接受。还有点挺香，尝一软骨。我太爱他家猪软骨了。跟我奶家炖那个排骨有点像，有点肥，晶莹剔透。香，还是肉好吃。改天吃面可爽了，尝口汤，是那意思。这香菜味儿好浓啊！老公以前是不吃香菜的，但是大了什么都连香菜都接受了。我真的是不挑食，那我不爱吃的东西太少。我要不爱吃那东西，说明是真难吃。没必，没准我爱吃。我突然想起关晓彤，爱香菜爱的不行。我第一次火锅吃涮香菜时，我都崩溃了。但我觉得现在火锅调料里放香菜挺好吃的。但是我不爱吃香菜，我就借那点味儿。你要这么说，小时候还不吃生蒜，但生蒜我可真香。我吃馅必须吃蒜，糖蒜倒一般，我爱吃辣瓣蒜。我想去买，自个儿干了个杯。外边下雨啊，这喝着热汤还挺爽。哇，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，刚才在加上11度，烫的已经啥都进不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，我俩去了谁可能这件衣服都穿不进去。吃完这顿再减肥。我们到家了，外面赶上雨了，然后回来换了点衣服，今天依旧住老公家里。最近其实一直在看《破产姐妹》跟《柯南》，也不知道怎么着，老公又循环了，对，有点剧荒。你们有什么推荐？对，开个瓶。对，啥？咱俩喝，咱俩喝两口。我拿点酒去。那天网上看酱小白出水果味的，四个口味呢。对。关键你知道吧，其实我不咋爱喝高粱酒，但我为什么心动呢？它度数其实还挺低的。尝尝。我特意拿点冰块。要不看街舞吧。王嘎尔。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，精致。就长这样，度数高了。那上来就没怂火啊，喝吧。我真怕了。啊，是桃味。我俩来点冰块。来一下吧。我跟你说这规矩啊，我在底下，这是规矩。还没喝呢就上头了，先喝点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就那高粱味贼浓，就是我能喝下去的白酒，它不会很辣。它这个果汁含量都是大于30%的，所以这个桃子味特别浓。每日一问，王嘉尔什么时候娶她？什么时候娶我？别说话，看绿色，尝尝这葡萄味的。有点威士忌的感觉哦，一定要配冰块。我说这葡萄的好喝，葡萄酸甜的味儿就比较浓了。这个可以可以，看你们酒量吧。对，如果说不怎么喝白酒的，对对对，这几个15度的，我觉得比这个20多度的行。I am a man。老公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一眼一直看那个。
哦，那玩意儿过分了。有苹果汁、橙汁、百香果汁，马上蒸。往那儿一动作，嗯，显摆一下，走走走。这个水果的清香味会多一些，一会儿肯定睡得香。不过他们家这个度数啊，15度，我觉得是不会醉的。向小白优秀，还一个看玩具味儿的，是冲着往那儿去的这东西。结果王一博也挺帅。这好喝，橘子好喝，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加冰，更胜一筹了。平常喜欢小酌两杯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这个。我觉得适合那种想尝试白酒，但是嫌度数高喝不了太辣的，就像我俩这种。小酌怡情。我告诉你随意啊，老公别的眼子太上头了，其实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也挺适合聚会喝的，它选择的味道也比较多。没想到白酒能做成这种水果味的果味的高粱酒，味道什么的也不错。据说啊，是在它内测期间好评率高达96%。不瞒你说，我爷刚才喝了，他说不错，挺好喝，还有点水果味。过于专业，我爷。我俩比较推荐白葡萄和看玩具。高美酒虽好，切勿贪杯。来干一干，干干干干干干干，我干你随意啊。准备请大家喝酒，我俩会在点赞评论里抽两个小伙伴，请你们喝，一人一套，这4瓶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不太完美的一天，但是是完美的收场。对，挺完美的。拜拜，拜拜。